Batman 的嘛，一个。他有后面有支撑，我觉得真的很厉害。你这样弹下去，他会塌。你是一个好爸爸的话，通常你会有小腹，对，因为好爸爸就是要照顾小腹，因为没有什么时间运动的话，你可能就会有小腹。熬夜喝个啤酒，看吃个零食，就是里面可以穿一个那种机能的塑身衣，非常凉感，非常舒服。真的看不出来，完全看不出来啊！我看到你们穿一个这个，30几岁的男人要肚子不出来，可以做一点小配合，就是像那种属于男性的。算是就是机能保健，25，而且上起来真的特别有自信，会变挺，真的会变挺，没有在跟你开玩笑。我跟你讲，这种衣服真的是没有穿不掉它的魔力。对，你穿了你就会回不去。你看你的小腹就会瞬间的，还有它不会有很大压迫感，可是你穿起来是会让你整个人身体挺，立马有自信回来，考试都考100分。